这是一个角度，弹跳的那个。对，嗯。现在我换个一个角度哈，对，如果我走过来这样子，拿回来。你说这是检测也是训练？检测、评估、检测。嗯，拿上来。OK， 所以如果这些都可以做到的话，哎，你再开始来跑步。嗯，会比较安全一点。好，但如果这些没有做到的话也没关系，我们今天还有一些方法可以教大家。超慢跑刚看起来哎，步伐有点小哦，但是呢其实它有一些重点，而且还要配合节拍器，奇怪了又